终于回到家了。累哦。还是家里好。我们今晚上是可以吃那个和牛。对啊，超想吃的。你们回来啦？我想说帮你们看一下房子，顺便带你表哥他们老爷来看看你们的房子。家好漂亮哦，新装潢的耶。这房子不错嘞，头期款多少？老公，你看他们双胞胎店做的好棒哦！那橱柜哦，是我设计的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，这就是我设计的。哇！弟弟，你下来好不好？你下来嘛，这里可以收纳棉被，超方便哎。这设计真的很棒哎。哇，浴室啊！对，阿姨那时候都没到哦，脏哦。真的，我们去看那家表。可以，不然我们去看那家。哦，好哦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看看冰箱有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有牛排耶！哇，牛肉哎！那可以煎给你们吃了。哎、哦，老公，有牛肉哎！牛肉是要配红酒的。对啊，配红酒好棒。对啊，你加什么红酒啊？我想一下，我找一下，应该有。啊、我找一下，等一下，找一下，快点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对啦，我们今天刚好停电了。哦，那没办法。